啊，监管离我最远，终于可以快乐休机了，这多爽啊！喝口可乐奖励一下自己。有没有搞错？为什么在我喝可乐的时候偷袭我？好好好，宿伞偷袭是不是？有本就下！别过来，不要追我，我不会掉宿伞。悄咪咪，翻窗加速拉点，直接去这边两板三板这个地方溜他，这有几板呢？一板两板。你过来呀，你有张狂吗？拍！快踩板，我要转点。好，踩板，直接转。这个电梯是没有人的，你传呢？还想传伞？你有本事你就传。来呀，闪现还没好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着急。再绕一圈，这个板在下。完了，张狂，躲一下当铺。闪现好了，给个小猴，拍板，闪呢？来，我预判，你闪。哇，你开局传脸一刀，逼了闪。没关系，我们电机肯定够，我还有大猴，我能溜他。哈，杂技破轮了，大副快点。怎么站着不动啊？你在那里干什么？挂机啦。好了，活过来了。他还有那个当铺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咦，又躲。来呀，你过来，想躲我大猴是吗？直接给大猴我们转点。来吧，小集装箱，还绕不死你了。让你传我脸偷袭我。哎呀妈呀，哟。哎呀，就在这跟你绕了，没有当铺，你小黑怎么抓我？蒙氏回头砸板，来，就在这等着你，我不走。来呀，再当。啊，我呀，问题一点都不大，满血怀表大腹。但是你要帮我扛刀啊，哥哥。打椅子漂亮，好帅呀，大腹。帮我，帮我扛刀，快帮我，帮我扛，帮我扛！哇，不，刀传不传？不行了，吸回来，卡位卡位，漂亮，大夫你好帅呀、啊！就是这样，只要帮我拖出这波吸魂，我们还有机会。72、93，电击够了，但是他闪现在手上，就看他这波交不交闪现。来，你交吗？交了，你开门战就没技能了。我们尽量贴远一点，让他闪不过来，不给他升位。快，闪了！哎，超绝刀器，好，打到大副电机正好也压好了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们就带走一点，让他们去开门。来吧，这边板多，我不信你还能抓到我。来呀，咦，来呀，大长刀又怎样？我贴膜。哇，蓄力刀就给猴，不要忘了。我不行不行不行，太近了，博弈博弈翻，快走走走，翻板加速走，打不着二小速三，地窖在哪里啊？我的老天爷，你扔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躲，我直接下板，地窖，这有没有地窖啊？快，翻窗加速，地窖，没有，没有就没有呗，我继续溜。不行了，这个猴吸好慢呢，快绕一下，猴快呀，猴快给我快，就差一点了，猴快，到手了。哎，我的妈，这！我直接左上右下，这把萌哥再次凭借性感黑妹成功上分。